谢淑薇、梅腾斯、美国印第安全女网赛双打冠军赛网球比赛语音直播，为台湾之光谢淑薇加油。无比赛画面不喜勿录，网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为大家转播谢淑薇美国印第安全女网双打赛事的冠军赛。那因为今天现在声音很这个时间有点晚了啦，所以小林呢哈声音不敢太大声。好，那这个声音听得清楚的话，在影片旁边帮我留言加一啊。这个声音听得清楚，在影片旁边帮我留言加一。那这一次比赛的这个直播观看连结在影片底下说明栏。好，这次影片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观看连结在影片底下说明栏。那也欢迎你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好，那这场比赛即将要来开始了哈。那目前呢，谢淑薇跟她的搭档啊，来自比利时的 Mertens， 目前呢哈，双方呢都在做进行热身的部分。Hello， 宜晨啊，这个声音是 OK 的，谢谢宜晨。好，那这个声音听起来 OK， 在影片底下帮我留言加一。好，那也欢迎大家呢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谢淑薇加油集气。那免费观看这场比赛的赛事资讯呢，在影片底下的这个说明栏，这个观看直播连结呢，在影片底下说明栏，可以来去看一下。Hello， 这个冠玉，好 ，Hello A， 你好，好 ，Hello 宜晨，那这个声音应该是 OK 啦，因为小林没有办法讲太大声。因为现在已经有点晚了，所以这个声音应该就是目前深夜直播的这个音量了。好，那这场比赛呢是美国印第安全女网双打赛的冠军赛。那今天的这个选手呢是我们台湾的谢淑薇跟她的搭档 Mertens， 那出战的这个是俄罗斯的选手以及这个哈萨克的选手的组合哈。那目前呢双方即将开始了。那这次呢比较不一样的是谢淑薇呢如果这一次拿到金牌的话，会是她生涯第三次在这个赛事拿到这个冠军。好，那比赛呢已经开始了。比赛开始这个部分呢网球比赛是三盘两胜制。好，那这个部分呢，好 ，OK， 谢谢冠玉。好，目前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是谢淑薇，好，来谢淑薇跟比利时的搭档 Mertens 呢，今天是穿着一黑一白的这个比赛服，那他们的对手呢，是穿着一红一黑的比赛服。那目前呢，开局双方目前是15比15 ，OK。好，那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哦。好，那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比分15比15。Hello 东明。好，那目前哇，我们台湾的选手这个 Mertens 呢？再度哈，不是台湾选手，台湾的选手谢淑薇这边再度得分，30比15。Hello 东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这个美国印第安全女网双打赛的冠军赛事。那目前呢，谢淑薇跟她的搭档 Mertens 呢，目前呢来做这个赛事的比赛。那目前呢，双方来到第一盘的第一局，30比30。好，谢淑薇今天是穿着白色的比赛服。好，那这个他的对手呢，来自哈萨克跟这个俄罗斯的选手呢，是穿着一红一黑的比赛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也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表示谢淑薇加油拿下比赛的冠军。影片底下留言下加一，表示谢淑薇和他的搭档 Mertens 加油拿下这个比赛冠军。好。谢谢余香，这场一定赢的，没有希望，没有问题哈、哦。这个对手获胜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台湾选手一定赢。好，网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这场赛事。好，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的选手来发球，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哇，这边谢淑薇打一个后场高远，这边啊对手也来到后场做一个狂扫。
好，这边有机会哦，谢淑薇也在后场这边好率先的得分，40-30，40-30，好，局末点。好，这个部分的话，这个直播观看连结在影片底下说明栏，直播观看连结在影片底下说明栏。红叔说一定能够赢的啦，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目前比数是40-30，40-30。谢淑薇这边呢，哈，这一队呢是一球领先。我们来看一下对手这边的发球，有可能会破掉对手的发球哦。这边好，谢淑薇，哇，这边呢也谢淑薇上网漂亮，这边还有希望。哇，谢淑薇对手这边好回了一个后场高远，谢淑薇的队友 Mertens 打一个大角度穿越。谢淑薇在往前伺机而动，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哇，这个部分呢，这个谢淑薇的队友这边好强力的发挥，拿下了这一局，第一局就破了对手的发球局，好球，拿下了1-0。Hello 宇宙安安 ，Hello 宇宙安安，谢谢玉桥好兄妹的更新，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正能量的按赞，帮我们台湾的选手加油集气。好，希望呢好可以这次呢，我们台湾选手谢淑薇跟她的搭档比利时人 Mertens 可以在这次的女双冠军赛呢拿下冠军。好，现在播报的是这个美国印第安全女网双打赛的冠军赛，那谢淑薇跟她的搭档比利时的 Mertens 来出战这个俄罗斯跟哈萨克的组合。那目前呢，我们台湾选手呢谢淑薇跟她的搭档 Mertens 已经拿到了第一局的分数了，1-0。哈萨克跟俄罗斯是不一样的国家哦。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谢淑薇要来发球啊，谢淑薇要来啊，不是谢淑薇的搭档比利时的 Mertens 要来发球。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第一盘的第二局。好，那没有错，第一局赢了，现在是第二局。好，一盘里面会比这个抢六，好，谁赢到六局的胜利就拿到第一盘的胜利。那网球赛事是3盘2胜制。哇，这一球哦，发球漂亮哦，比利时的 Mertens 这边再得一分。好，谢淑薇的队友非常的给力，比利时的 Mertens 是谢淑薇的队友。好，谢谢东明的及时更新。好，也欢迎大家在影片旁边更新最新的比数。哇，这边一发失误。那网球比赛呢，发球呢，有2次机会。那你第一发失误没有关系，还会有第二次给你发球的机会。好，我们看一下比利时的这个选手 Mertens 的发球。好，谢淑薇的队友比利时的 Mertens 来发球。哇，这球发一个大角度的斜线。这边的谢淑薇一样在往前这边站定位，结果有点可惜，被对手打一个穿越直线，比数15-15，比数15-15，第二局第二盘的部分。好，那也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按赞加油集气，希望可以突破10个赞，帮我们台湾选手谢淑薇加油打气。好，目前比数15-15，Mertens 这边发球，谢淑薇这边在往前伺机而动。好，这个部分呢，俄罗斯跟哈萨克的组合这边，好，也是非常的这个好，非常的厉害。那这边呢，好，双方在后场去打一个穿越。哇，谢淑薇这边往前一个截击，这球谢淑薇再来，还有这边，啊，比利时的这个队友非常给力，好球，这球呢，谢淑薇跟比利时的队友 Mertens 合作无间，拿下一分，30-15，目前比数30-15。好，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谢淑薇加油。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目前呢，谢淑薇和 Mertens 的搭档来到了40-15，再一球拿下第二局的胜利，好，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谢淑薇和 Mertens 他的搭档加油集气，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看一下比利时的队友 Mertens 的发球。哇，这一球发球有没有进，是界外，一发失误。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发的这个部分。好，网球比赛发球每个人有2次机会，第一次没有发进可以发第二次。好，这边比利时的 Mertens 这边，哇，这球回高有点被对手打点。好，没有关系。好，谢谢东明的这个留言，台币组合一定赢的。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也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谢淑薇跟 Mertens 这对台湾比利时的组合加油集气。
好，谢淑薇这边呢，好，跟这个比利时的队友40-30领先一球。这边谢淑薇呢也在往前伺机而动。好，这边呢比利时的队友在后场很给力。这边好球，好球！这边的对手打出界外，谢淑薇，比利时的队友 Mertens 再拿一局，目前比数2-0，局数上是2-0哦，两局的领先，两局的领先。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谢淑薇加油集气，希望可以集到10个赞，帮谢淑薇加油打气哦。好，羽球赛事看小，网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台湾选手谢淑薇加油。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哇，这一球有点可惜，谢淑薇这球的接发打出了界外。好，目前比数2-0。好，哈萨克选手发球发一个直线，谢淑薇这边回的不错。谢淑薇在后场这边的回击好球，对手呢好打出了界外。目前呢15-0，15-0。目前比数15-0。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谢淑薇这边好要来再接发，好，哈萨克选手的发球，这球发一个直线，好，是一个界外，好，更正，现在来接发球的是谢淑薇的队友 Mertens。 好，目前的比数我们来看一下，好，目前比数是0-30。哇，这个部分有机会哦。好，这边哎呀有点可惜，打出界外。正煌早安，正煌早安。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这个谢淑薇跟他的队友 Mertens 在美国印第安全女网双打赛的冠军赛。这球如果金牌的话，当然啦，金牌的话我们就是脱帽脱墨镜加唱国歌。好，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看到小林在这个部分来脱帽脱墨镜唱国歌哦。哇，这球有点可惜啊，这个部分呢，哈萨克选手发球得分没有直落三啊，这个网球是3-2，所以你应该要说是直落二。好，跟正煌讲一下，好，也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我们台湾选手和比利时的选手好联手拿到这个比赛的金牌、冠军、金杯的话，小林就会脱帽脱墨镜唱国歌。好，那也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谢淑薇加油集气。这一球好球，这球好球，我们台湾选手和比利时的搭档联手出击，拿到了这一分，目前比数是来到了30-15，赢一球，赢一球。好，我们来看一下网球比赛，每一盘是好抢六分，好抢六分。那这个部分呢，好规则是3-2，那每一盘是抢六分，好，每一盘是抢六分。好，那目前我们台湾选手目前是2-0，哈，这个台湾选手谢淑薇跟比利时的搭档呢，目前是2-0，然后局数上赢了两局，那目前比数是40-30，40-30，我们台湾选手呢赢一球，好，赢一球。那我们这次谢淑薇呢，哈，和他的搭档是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叫做 Mertens。那 Mertens 他的技巧呢非常厉害，而且他的爆发性的击球和发球都是他的这个绝招。那这边谢淑薇上网了，这边有机会，哇，这球有点可惜，哦，有点可惜。这边呢，比利时的搭档 Mertens 这球有点回到一些比较尴尬的位置，让对手得分。那目前比数40-40。好，那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的谢淑薇和比利时的 Mertens 加油集气。这个网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我们一起来帮这个谢淑薇加油。这一球谢淑薇在往前的接击收到的效果，双方还在纠缠中。这个部分哈萨克选手，哇，一个穿越大对角，这边谢淑薇正在找机会去做截击，哇，这边哈萨克的选手满场跑，哇，结果这一球是 outside 嘛，哇，这个部分让哈萨克的选手和这个得到了这一局的分数，目前局数上是2-1，2-1，好，局数上是2-1。好，那也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呢，好，正在播报的是谢淑薇跟比利时的搭档 Mertens 的女双的冠军赛。好，
网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谢淑薇加油集气。如果你想要得到我们台湾选手最新的国际比赛运动资讯，欢迎你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z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会把最新的我们台湾选手网球、羽球、桌球最新的比赛资讯整理成影片送给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z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集气。Hello，Hello， 朱凯晚安，朱凯晚安，我以为你不来了呢。OK， 正煌说要多少才会赢呢、啊？每一局是要抢六分，好，六分，所以呢，谢淑薇和 Mertens 这边呢差四分，好，那这一分一分都代表一局一局。OK， 那总共会打三盘，三盘里面赢到两盘。那每一盘里面抢六分，所以这个现在是第一盘，第一盘谢淑薇跟比利时的搭档呢 Mertens 呢现在抢六分 ，OK， 那他们已经拿了两分了，还有四分要拿，好，希望这边可以对大家呢有一个简单的这个网球的规则介绍。好，那目前呢是等一下是我们台湾的谢淑薇要来发球。好，谢淑薇要来发球，那对手是来自俄罗斯跟哈萨克的组合。好，这个部分谢淑薇发球，这球我们来看一下。好，谢淑薇打一个大角度的穿越，这球漂亮，拿分。啊，这个部分呢，啊，轻轻松松旗开得胜，15-0，15-0。谢淑薇跟比利时的组合 Mertens 这边呢，第四局呢拿到了第一分，15-0，15-0。好。OK， 那看一下谢淑薇的第二个发球，好，这边呢谢淑薇站稳，哇，打一个好对角，这边呢好，谢淑薇在底线狂抽猛送，这边呢哇，这边有点可惜，这球被对手打点，那目前比分是来到了15-15，15-15。好，邀请各位朋友们，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台湾的谢淑薇跟他的搭档比利时的 Mertens 按赞，加油集气，希望可以集到15个按赞正能量，帮谢淑薇加油。这边谢淑薇放了一个后场的高远，这边呢把战线呢拉到了后场去做这个拉打，这边谢淑薇来到后场，这边再来到前场，这边做一个后场高远，谢淑薇上网，这边做了他们最擅长的一前一后阵型。谢淑薇的这个截击，再来一个截击，漂亮，两个截击拿下分数，30-15，30-15。好，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谢淑薇加油集气，希望可以集到这个15个赞，帮谢淑薇加油。好，30-15。那这场比赛如果谢淑薇拿到冠军的话呢，好，小林我就会脱帽脱墨镜唱国歌，好，来恭喜谢淑薇。刚进来破发，对对对，有破发，第一局的对手发球就破发。好，跟莫晨讲一下。好，那这个部分谢淑薇这边发球，哇，谢淑薇这球发的有技巧，谢淑薇这边上网。那现在比利时的队友 Mertens 在后场，现在又来到一前一后的阵型。好，这边哇，大幅的穿越，比利时的 Mertens 这球好球，40-15，40-15。哇，又来到了局末点了，又来到局末点了。莫晨要跟你说声早安了。好，这个部分好球，好球，这边谢淑薇，哇，这个和这个比利时的搭档 Mertens 合作无间，拿下了分数，40-15。谢淑薇再发这一球，这球拿下就这局拿下喽。谢淑薇这球发球，哇，发球挂网，发球挂网。好，没关系，还有第二球。好，网球是这样子的，发球有两次机会。第一发失误，还有发第二发 ，OK， 谢淑薇的二发，哇，这二发还蛮成功的。这边好球啊，这球呢，谢淑薇哇往前的截击，合作无间，再度拿下一分，3-1，3-1。哇塞，这个部分，如果你觉得第一盘谢淑薇跟比利时的搭档 Mertens 可以拿下的话，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如果你跟我一样觉得谢淑薇跟比利时的搭档 Mertens 在第一盘可以轻松拿下胜利的话，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好，距离拿下第一盘呢，再差三个局数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哇，这球，俄罗斯的这个选手发球来的快速啊，哇，他人高马大的，有这个身高和力量的优势，哇，这球。
有点带内侧旋转的一个纵向的内侧发球。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目前15-0，哇，俄罗斯选手目前连发两颗，这一颗是一个界外。好，目前15-0，俄罗斯选手发球，这边呢是一个，好，这边谢淑薇，哇，漂亮，好漂亮的一个截击，好球，15-15，哇，谢淑薇在往前呐、啊，这个截击有一定的威胁性，好球，谢淑薇这边的往前发挥的很棒，哇，这边跳起来，双手挥拍。直接好得分，15-15，15-15。好，网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谢淑薇跟他的搭档比利时的 Mertens 加油集气。目前比数30-15。好，这个俄罗斯和哈萨克的组合，目前呢是好一分的领先，一球的领先。谢谢正黄的加二。好，哇，这个部分。比这个目前我们暂时落后一球，我们看一下俄罗斯选手发球，哇，这球有点可，这球有点可惜，回球挂网。目前呢，俄罗斯和哈萨克组合领先两球。OK， 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谢淑薇跟他的搭档比利时的 Mertens 加油集气。40-15，谢淑薇要来接发这球，哇，谢淑薇漂亮哦，打一个大穿越，好球，拿分，40-30。40-30，稳住稳住，目前比数40-30，40-30。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要轮到谢淑薇的搭档比利时的选手 Mertens 来接发球。好，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好，这个部分俄罗斯选手来发球，哇，第一发失误，第一发失误，有机会有机会哦，谢淑薇上网了，好，这个部分准备。俄罗斯选手第二发这一球有打进，哇，谢淑薇来一个截击，哇，这球有点可惜，哦，被这个俄罗斯跟哈萨克的选手，哦，得分，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3-2，3-2。好，谢谢正黄的加二，没有问题。好，我们一起在影片下正能量按赞，帮谢淑薇加油集气。这个网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好，那如果你想要得到谢淑薇最新的网球比赛资讯，最新的比分，谢淑薇的对手，以及呢什么时候比赛，以及哪边可以看谢淑薇比赛的这个网路直播，这些资讯我都会在这个影片里面送给大家。只要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会把谢淑薇比赛最新资讯分享给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Lin's Life YouTube 频道，帮谢淑薇加油集气。好，目前的这个部分呢，好，来到了这个休息的片刻。那目前谢淑薇和这个他的搭档比利时的 Mertens 呢，好，他们呢现在呢是3-2领先一局。网球大概要比多久不一定哎，有时候看情况，快的话一个半小时，慢的话可能2-3个小时都有可能。好，所以如果真的忍不住了，可以先去睡，没有关系。好，那现在呢比数是来到了3-2，3-2，谢淑薇加油，比利时的搭档 Mertens 也加油，目前3-2，3-2。对，那我们台湾选手还是领先一局啊，好，台湾跟这个比利时的搭档目前呢还是领先一局，这一局要小心，这一局要小心，好，这局如果被对手追平的话会比较危险一些。好，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3-2，3-2。好，那目前是我们台湾选手和比利时选手的发球局，比利时选手 Mertens 的发球，发一个大角度斜线，谢淑薇这边的截击有机会，这球好，这球，哇，这球我们看一下，换成 Mertens 这边的回击，这边来到了后场。好，这个部分呢，我们看一下双方这边来到后场的比拼，这边这一球，我们看一下这球回击，哎呀，好球好球，这球呢，好，在关键时刻，谢淑薇的搭档比利时的 Mertens 稳住阵脚，15-0旗开得胜，先持得点，目前比数15-0，我们一起在影片下正能量按赞，帮谢淑薇加油集气。哇，第一发谢淑薇的队友 Mertens 发球失误，没关系，发球失误不会扣分，好，网球有两次的发球机会，
有两次的发球机会，第一次发没有过，还可以发第二次。好，目前比数0-15，谢淑薇一球领先。这一球有没有在界内？哎呀，这球是在界外，可惜双发失误就会扣分了。15-15，15-15，要几局才拿下？如果谢淑薇跟 Mertens 拿到这个六分的话，第一盘就拿下了。那网球比赛要比三盘，好，三盘两胜制。好，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哇，这边谢淑薇的一个截击好球哦。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哇，这边对手刻意绕过谢淑薇这边，好，去攻击这个 Mertens 的后场。这边 Mertens 在后场一直在输出，这一球还有，这球还有。哇，这边哎呀，有点可惜，这个谢淑薇的这个截击有点没有办法打过。那目前比数30-15，30-15。好，再三分，再差三分就可以拿下第一盘了。那网球比赛是三盘两胜制，三盘两胜制。OK， 那每一盘是抢六分，好，每一盘是要抢六分。好，这个部分，好。那个目前呢是比利时的选手 Mertens 谢淑薇的队友来发球，那目前我们稍微落后一球啊，好，这边要稳住哦，这边发一个大斜线，这边，哎呀，这球没有追到，40-15，40-15，哇，对手要来破发啊，对手要来破发，没有关系，稳住稳住，这边，好，想办法不要让对手给破掉。如果被破掉的话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双方又来到平手了。好，来看一下比利时的 Mertens 发球，哇，谢淑薇漂亮的一个截击，往前的一个截击，这边好，对手打出界外，40-30，40-30，好球好球。好，在影片底下的说明栏有这次观看比赛的这个连结，你可以去影片底下的说明栏去看哦。那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谢淑薇以及他的队友 Mertens 加油打气。网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好，目前呢，谢淑薇这边好球，这球的发球再度得分，40-40。40-40，再拿下这一分，再拿下这一分，这一局就赢了，再拿下这一分哦，加油加油，谢淑薇，加油加油 ，Mertens， 加油加油，拿冠军。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比利时的选手谢淑薇的搭档 Mertens， 来自比利时的选手，他们要来发球，这球如果发球得分，就是一个 S 球，将拿下这个局数。好，这一球发的猛烈。哎呀，结果是界外，没有关系。网球比赛是好有两次发球的机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利时的选手 Mertens 的发球，目前比数40-40，这球拿下就拿下这一局喽。好，我们看一下，哇，这边有点可惜。哎呀，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球被对手拿下，那目前来到了3-3的平手，3-3的平手。双方谁只要再拿下三，先拿下再三局的这个胜利，第一局就拿下，第一盘就拿下了。好，因为每一盘是抢六分，每一盘是抢六分。那现在是3-3的平手。好，加油加油，要守住啊，要守住。好，那目前呢是3-3平手，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台湾选手谢淑薇加油集气。好球这个部分呢，好，哈萨克的选手发球挂网。对，追平了。好，如果这球发球再失误，我们就免费得到一分哦。这边谢淑薇打一个大对角，再来，哇，打一个后场高，哇，这球还有，这球还有机会，还有这球，比利时的搭档这边抽一个短球，谢淑薇这边往前的一个接击，哎呀，可惜，15-30，15-30，目前比分15-30。那现在呢，谢淑薇和 Mertens 这个搭档组合呢，暂时的落后一分，暂时的落后一球。哎呀，这球有点可惜。好，这个对手放了一个短球。好，这边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哈萨克的选手发球失误，目前比数15-0，哈萨克组合好领先一分。这边我们看一下比利时的选手 Mertens 来接发这球呢。依旧是 Mertens 强力的回应，
好，这边有点可惜，有点可惜，这球打得比较快一点，目前30-0，30-0，谢淑薇和比利时的搭档 Mertens 暂时的落后两球。不要紧，不要紧，我们一起在影片下正能量按赞，帮谢淑薇加油集气，希望可以集到18个赞，帮谢淑薇和 Mertens 加油打气。好，俄罗斯选手发球，这边发一个大角度穿越，这边谢淑薇有机会哦，去打一个直线，谢淑薇来到往前去做一个短球。好，这个部分换比利时的选手 Mertens， 哇，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对手打出界，比数30-5，我们追回一分，我们追回一分。30-5，稳住稳住，看能不能破对手的发球局。好，目前比数30-15，30-15，加油加油，谢淑薇这边稳住，目前比数30-15。好，那目前呢是哈萨克和俄罗斯的对手。好，这个部分哈萨克跟俄罗斯的选手要来发球。好，发球的是哈萨克的选手。我们来看一下哈萨克选手的发球。这球搞跑，这边发一个大斜线，这边谢淑薇来上网咯，谢淑薇上网准备截击，这球哎呀可惜，这球的截击没有发挥到效果，挂网，目前比数40-15，40-15。好，那我们目前正在直播的是这个语音直播的是谢淑薇和这个搭档 Mertens 的美国印第安拳网球赛的女双冠军赛，谢淑薇这边好在跟 对手做这个底线的好拉球 抽球，哇，这个部分谢淑薇继续去打大角度的这个反手位，这球哇这边的大角度非常的精彩，哇这边呢现在换成谢淑薇这边呢好个人休探时间哦，哇比利时的选手 Mertens 这球好球，再度拿下分数40-30，40-30。再赢一球追平，再赢一球追平，加油加油，没问题，再赢一球就追平。啊，欢迎我明天不用上班了 ，OK， 谢谢你的关心。好，没有错，梅谢组合加油，没有错没有错，再赢一球就追平，再赢一球就追平。好，这球漂亮哦，这球 Mertens 打得很棒，好打一个高飞，好让对手不好去做回击。好，40-30。目前落后一球，再赢一球就追平。好，这个哈萨克选手发球，这球有没有在界内？哎呀，结果在界外。啊，目前比数呢，好是来到了4-3，4-3。哎，这个冠玉，啊，你之前问过这个问题，小林的回答就是说，啊，我们等10万订阅的时候会跟大家回答，好吗 ？OK。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4-3，等小林10万订阅的时候会做一个 Q&A， 到时候再回答。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4-3，4-3。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比数4-3。哇，这个部分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刺激啊！目前比数4-3，我们暂时落后一局。这一下一局呢，谢淑薇跟 Mertens 要想办法扳平，不然的话会比较难打一些些。好，那目前呢4-3，来到中场休息时间。好，那网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的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好，对，十万还要有一些些时间。好，好，谢谢朱凯，谢谢朱凯。好。那目前我们在直播的是谢淑薇跟搭档 Mertens 在这个美国印第安拳网球女双的冠军赛，冠军赛目前暂时一局落后，第一盘暂时一局落后给哈萨克跟俄罗斯的组合。好 ，OK， 那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正能量的按赞，帮谢淑薇和他的搭档 Mertens 加油集气。希望可以突破20个赞，帮谢淑薇跟 Mertens 加油集气。哎呀，这个抬杠抬杠 ，KC，Hello Hello， 哇 ，KC 也在看球吗？来帮谢淑薇加油。好 ，Hello 棒球播报员，那目前的比数是4-3，谢淑薇和 Mertens 稍微落后一局。哎呀，这个球有点可惜，这球有点可惜啊！哇，这个 Mertens 回击挂网。那目前是15-0，暂时落后一球，谢淑薇的发球局。
棒球播报员早安。好，我们看一下谢淑薇的发球，这边发一个走一个比较保守的中路。好，这边谢淑薇再打一个，好，大斜线的穿越，这边呢跟这个俄罗斯选手去做底线的对决。好，这边呢好是一个网带的球，这球有机会，谢淑薇好球，直接攻中路拿下分数，15-15。好，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助谢淑薇跟 Mertens 加油机器。与网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我们一起在这场冠军赛的女双冠军赛，帮谢淑薇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机器。这边谢淑薇来发球，希望她可以拿下这一局的胜利。好，这边是谢淑薇的发球局，15-15，谢淑薇发球。我们看一下谢淑薇这球发一个，哇，大角度。这球我们看一下谢淑薇这边怎么处理。好，一样就跟对手去做这个底线的这个对决。这边就是要跟你打这个底线的，好，这个反抽。这边，哎呀，这球打得有点高，被对手掌握。目前30-15。好，棒球报报员你也辛苦了，今天投了快300球，很超哦，好，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好，30-15，要帮手臂去做个冰敷啊，好，休息一下。好，目前比数30-15。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谢淑薇的发球，哇，发了一个大斜线，这球是一个 outside 界外。好，谢淑薇第一发是失误，好，那第二发还有二发的机会。好，我们看一下谢淑薇的发球，这边好发一个大斜线，这边好谢淑薇的反手加压，再来好去反手去加压对手。现在轮到 Mertens 来表现，谢淑薇上网好球，有效的压迫对方，比数来到了30-30，有机会，有机会，这局有机会可以保住发球局。好，我们来看一下谢淑薇这边呢，如果上网的话，会对对手造成一定的压迫，因为谢淑薇的网前其实是蛮有攻击性的。好 ，OK， 网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我们目前是在直播谢淑薇的双打冠军赛。这边谢淑薇有机会，哇，去做一个加压，哇，这球有点可惜，哇，被对手呢双上网去做一个拦截。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40-30，对手一球领先，来到了这个对手的这个破发点。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正能量在影片底下按赞，帮谢淑薇加油。哇，这个部分千万千万要守下来啊！目前是40-30，谢淑薇来发球。好，我们看一下谢淑薇这球发一个大斜线，好，去打一个，哇，这边有机会哦。这边去打一个斜线的穿越，谢淑薇上网啊，去个短的切球。这边，哇塞，这边这球好不看呐、啊！这球最后对手是打出了一个界外40-40的平手，没错，快天亮了，快天亮了，再3小时就天亮了。好，哇，这个部分呢，越美国还是大白天呐、啊。好，我们现在在比这个语音转播的这个部分是。这个美国印第安全女双冠军赛，那美国跟台湾的时差差很多，那现在在美国这边是大白天，哇，这个部分双方来到40-40的平手，谢淑薇这球拿下胜利的话，这局就保住了。好，这边我们看一下谢淑薇打中路上网这边去做截击，好，谢淑薇，哇，漂亮的截击，有发挥到效果，结果对手救到，哇，这边还有去打一个大斜线，这球有没有拿下？这球拿下哦，这球拿下吗？有，局数扳到4-4的平手，哇，这球漂亮，谢淑薇先打中路，然后 Mertens 呢再打一个中路，谢淑薇再贯穿一个接击，对手有救到，但是呢，谢淑薇的队友 Mertens 好在后场的连续发挥打得非常巧妙，大斜线的穿越，两人的双上网哈，对这个 Mertens 来讲是一点用都没有，直接一个大斜线穿越。打到底角拿分，4-4的平手，好球好球。这边呢，好，只要谁先拿下两局，就拿下这一盘的胜利了。好，现在看到俄罗斯选手的发球，哇，这球我们台湾的比利时的选手 Mertens 这边去做一个截击，
哎呀，结果这球后来是打到界外，目前比数是来到15-0，15-0。好，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这个谢淑薇跟 Mertens 这两位搭档的啊、这个美国印第安拳网球女双冠军赛，对手是来自哈萨克跟俄罗斯的组合。好，俄罗斯选手，哇，这个发球是一个界外，俄罗斯选手的二发。哇，这位俄罗斯的选手身材相当的高大，好，发球有一定上的优势。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球，我们这个比利时的选手 Mertens 这球回到界外，目前比数是来到了30-0。詹永南没有参赛，詹永南没有参赛。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30-0。好，那我们目前暂时两球的落后，这边俄罗斯选手，哇，这边的重炮发球，谢淑薇有守住，谢淑薇来到网前。哇，这球我们来看一下，这球我们来看一下，这球对手的出界，所以我们台湾选手和比利时选手的这个对搭档拿下了分数，34-15，30-15。目前的比数30-15，30-15。好，那这边我们追回一球，俄罗斯选手来发球。好，我们来看一下是。谢淑薇的队友比利时的 Mertens 来接发球，这边的俄罗斯选手发一个大斜线，这球有勉强救到，这边继续双方去做个、哇，这球谢淑薇往前的截击，再来一个穿越，这球有没有拿分，这球有没有拿分，哎呀，这球可惜打到界外，40-15。好，这个棒球播报员说回来休息一下，5点要回到球场继续练球，辛苦你了，棒球播报员。好，郑成说 OK， 谢谢你，谢谢郑成的这个、这个鼓励。那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谢淑薇加油集气。目前比数40-15，暂时落后两球。这球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选手发球啊，失误打到界外，他的第二发。来看一下谢淑薇的接发，这边谢淑薇、用双手反拍强力接发。哇，这边谢淑薇去打一个后场高远，结果这球有点可惜，被对手掌握。目前来到了5-4，5-4，哇塞，这一定要比到这么精彩刺激吗？5-4，5-4，啊，这一下一局谢淑薇和这个 Mertens 一定要拿到平手会比较稳哦。因为下一局如果没有拿下的话，第一盘就没有了。OK。所以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让我们台湾选手谢淑薇 Mertens 加油集气。好，网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如果你想要知道谢淑薇还有我们台湾网球选手最新的国际赛事的话，欢迎你在影片底下免费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v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会把最新的台湾选手网球比赛资讯分享给大家，只要你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v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台湾选手网球比赛资讯。一起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ve YouTube 频道，一起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好，那现在呢，目前呢，这个局数上来看呢，这个谢淑薇和这个他的搭档比利时的选手 Mertens 呢是目前落后一局啊，这个部分一定要追，因为这一局如果没有追到的话，那可能第一盘就会没有办法拿下来了。好，所以这一局是一定要追的啊，说什么都要追到的。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平常有在看网球吗？有在看网球的话，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我们来看一下。好，大家平常有在看网球吗？有在看网球的话，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啊。好，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5-4。那现在轮到谢淑薇的队友 Mertens 来发球了。好 ，Mertens 来发球，我们来看一下 Mertens 的发球。Mertens 的发球通常都非常的有威力。因为他的这个重炮发球是他的这个，这个招牌啊，制胜分的。好，这个棒球播报员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好，那谢谢关羽的加一，谢谢关羽的加一。好，我来看一下这边 Mertens 的发球，这一球发球有没有拿下呢？
发球由发球级得分15-0是一个 S 球，15-0，好球好球，15-0，15-0。然后目前比数15-0，我们领先一球，我们领先一球。来看一下 Mertens 的二这个发球，再来，哇，这边一样是一个重炮发球，有机会，哇，这球对手打到界外，好球，30-0，30-0，哇，连赢两球，连赢两球，有机会，有机会。目前我们正在语音直播的是这个谢淑薇跟搭档 Mertens 的印第安拳女双网球冠军赛，冠军赛。那目前呢，我们暂时落后一分，我们暂时落后一分。谢淑薇的搭档 Mertens 来发球，这个部分，哇，这球发球插网重发，30-0，30-0。好，谢淑薇的搭档比利时的 Mertens 来发球。好，来看一下他的发球，这球走中路。哇，这边呢，对手回球、哦、偏高，直接被谢淑薇的搭档 Mertens 打点，好球，40-0，40-0，再赢一球，再赢一球，再赢一球，拿下分数、哦、再赢一球，这局就拿下，再赢一球。谢淑薇会反手你吗？那个，我们现在在播这个，我们现在在播的是网球啦。好、哦，这个棒球播报员你实在是太幽默了。好、哦，反手你是桌球的项目 ，OK。好，哇，这个部分漂亮漂亮，这个部分呢，比利时和这个台湾的组合、哦、漂亮的拿下这一局，5-5平手，5-5平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是哈萨克选手发球，这一球的发球是，我们看一下这球发球是没过、哦、这球发球没过，一发失误，来二发。哈萨克选手的发球，把大斜线啊，去跟谢淑薇去做穿越。这边还有哦，这边还有哇，这边呢 ，Mertens 是漂亮的截击，让比赛还在继续中。这个部分谢淑薇正手的一个截击，谢淑薇来到网前去做加压。这球是一个 lucky ball 吗？这球是一个 lucky ball， 15-0，15-0，谢淑薇拿和这个比利时的选手 Mertens。拿下一分，15-0。我们来看一下谢淑薇这边正手的一个截击，来到网前给对手施压。比利时的搭档 Mertens 这边，哇，是一个插网 lucky ball。看一下这球，哇，插网的 lucky ball。好，这个棒球播报员晚安，好，棒球播报员你辛苦了。好，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比数是来到了15-0，15-0。好，来看一下。对手的发球，好 ，Mertens 这边接的不错、哦，大角度的穿越，谢淑薇漂亮的截击，再拿下分数，好样的，谢淑薇，好球好球 ，OK， 这个部分谢淑薇关键时刻拿下分数，30-0，30-0，再赢两球，这局拿下，再赢两球，这局拿下，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谢淑薇加油机器，再赢两球，这局拿下哦，稳住稳住，谢淑薇，好，这边谢淑薇来接发。这个对手的发球非常的犀利，好，这边我们看一下谢淑薇这边，好，去做一个大角度斜线，再一个正拍，哇，这边偏高，这球在界内，谢淑薇来到网前去做截击，对手也不好打，这球对手打出界，40-0，40-0，哦，再一球，再一球就破发了，台比组合再得一局就赢了，对，没有错，东明说的对，好。再赢一球，再赢一球，这局就拿下。再赢一球，这局就拿下。好，稳住，稳住。好，哈萨克的对手啊，谢淑薇的对手来自哈萨克，这位选手的发球啊 ，Mertens 接发，这一球发出界外。好，0-40，0-40，我们这边领先，领先了三球。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好，这球哇，双发失误，我们拿下了6-5。那跟大家讲一下哈、哦，网球这边5-5的话，你拿下第六分还不能算是完全赢。如果是4-4，然后5-4、6-4，那这样算赢第一盘。可是网球如果5-5，那你拿下6-5，那不算赢，还要再打一局，还要再打一局，变成做7-5才要赢。对，好，我喝个水。来，网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谢淑薇
和这个他的搭档 Mertens 加油机器，没有没有没有，还要再赢一局第一盘才会赢，还要再赢一局第一盘才会赢。因为网球比赛，如果你打到5-5的话，就要变强七，强七 ，OK， 好 ，OK OK， 好。网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下正能量按赞，帮谢淑薇跟他的搭档比利时的 Mertens 加油机器。现在是冠军赛哦，冠军赛哦 ，OK， 好，女双的冠军赛。那目前举办这个赛事的地点是在美国的印第安泉 ，OK。小林不是累，是因为我的声音没有办法很大声，因为现在是深夜时段，我太大声我就会吵到这个。吵到其他的邻居 ，OK， 好，那目前比数是来到6-5，那我们台湾的选手谢淑薇要来发球，好，那也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谢淑薇加油机器 ，OK， 希望可以集到25个赞，帮谢淑薇加油，好，目前呢谢淑薇要来发球，好，这一局拿下就是好，第一盘就拿下了 ，OK。我们来看一下谢淑薇的发球，这边谢淑薇发一个斜线，大斜线的穿越，这球发球即得分，发球即得分，15-0，15-0，好球好球 ，S 球是一个 S 球，好球好球，发球即得分，目前比数15-0，15-0，谢淑薇要来发的第二球，我们来看一下谢淑薇第二球会怎么发哦，来看一下谢淑薇这边，哇，谢淑薇这边的。发球是挂网，好，重发重发，发球第一次发挂网是不扣分的，好，这边好，谢淑薇这边继续跟对手去打大斜线，好球，对手失误挂网，30-0，30-0，30-0哦，30-0哦，稳住稳住，好，再赢两球，再赢两球，再赢两球，这一盘就拿下了，好，谢淑薇发球30-0。这边啊，看谢淑薇的发球，哇，走一个外角 ，OK， 这边谢淑薇哇，双手反拍，这边有点可惜，被对手识破这个球路，好，那目前比数30-15，30-15，谢淑薇这边来发球，这边呢，谢淑薇漂亮的双手反拍，但是可惜在第二拍的部分被对手识破，那目前比数30-15，谢淑薇要来发这边，我走一个中路。哇，这边发球第一发是失误，好，还有二发，还有二发。好，我们来看一下谢淑薇的发球。目前我们做的是正在直播的是美国印第安泉女子网球赛的这个双打冠军赛，谢淑薇与比利时的搭档 Mertens 出战这个俄罗斯的组合俄罗斯跟哈萨克的组合。目前呢，第一盘的第12局，双方呢30-30。谢淑薇跟比利时的搭档只要再赢两球，这一盘就拿下了。哇，这边第一发失误，好，稳住稳住，好，这个部分谢淑薇的发球第一发失误，来看谢淑薇的二发，稳一点稳一点，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队友会 carry 你的。好，谢淑薇这边转个大斜线，哎呀，这球有点可惜，被对手识破，40-30，对手反超一分，对手反超一分，稳住稳住。这个部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谢淑薇跟这个比利时的搭档也是非常会打逆转胜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40-30，40-30。哇，这个部分来看一下哦，来看一下这边。哎呀，被追平6-6。好，跟大家讲一下，如果6-6的话，就会变成抢十。好，谁先拿到这个最后的这个抢？哎，是抢十还是抢七？我有点忘记。应该还是抢七啊，应该还是抢七。好，6-6的话，还要再进行一局的抢七。好，双方各发球，各发两球，然后轮流发两球来做抢七。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好，俄罗斯选手的发球，这球哇，真的是要打到这么刺激吗？哇，第一盘就来到这个抢七啊！哇，这个部分来到了1-0，1-0，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现在换我们发球，换我们发球。哇，真的是紧张紧张，刺激刺激。目前呢，正在这个转播的是这个谢淑薇跟搭档 Mertens 的美国印第安泉女双冠军赛，印第安泉女网的女双冠军赛。
那目前呢，谢淑薇这边呢，好，暂时落后一分。好，我们来看一下谢淑薇的搭档 Mertens 的发球。好，这边 Mertens 通常都是非常稳的啦。OK， 好，目前比分是来到了1-0。我们看一下 Mertens 的发球，稳住稳住 ，Mertens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 Mertens 这边的发球。哎，我这边的直播突然有点卡，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说我直播的画面突然有点卡，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是画面啊，比赛的画面突然有点卡，突然就是有点看不，没有办法看到。好，所以目前呢，我这边得知的部分是谢淑薇这边拿到的好平手的分数，平手的分数。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好，好，这个部分。来，好，这边有了，这边有了。好，来看一下，目前1-1，谢淑薇队友 Mertens 的发球，这球很 carry 啊。哇，谢淑薇在往前的发挥，这球好球，拿下分数2-1，2-1 ，nice play，nice play， 2-1，2-1，现在换对手来发球。好，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这个谢淑薇跟比利时的队友 Mertens 的这个美国印第安拳女网双打的冠军赛，谢淑薇的搭档是来自比利时的 Mertens， 好，这对组合是大会的第二种子。那他们要来迎战的对手是冠军赛的对手是俄罗斯跟哈萨克的组合。好，那不得不说啊，这个俄罗斯的这对组合也是非常厉害，颜值也是非常高。好，这边又歪楼了，又在讲颜值了。好，我们不讲颜值。好，谢淑薇跟这个 Mertens 的颜值也是不错的。好，我们来继续来帮谢淑薇跟 Mertens 加油。好，这个对手颜值没有用啊。OK， 这个部分好球，对手双发失误，气的摔拍，啊，摔拍也没有，于事无补啊。对手你就继续双发失误吧。我们目前3-1，好，再四分，再让我们赢四分你就拜拜了，摔拍也没有用啊。OK， 好，对手来发球。谢淑薇这边来接发，谢淑薇这边这球，哎呀，这球对手心浮气躁，发出了一个界外球。好，这边我们看一下谢淑薇对手这边在发，哇，再度双发失误，啊，气到的已经无言以对了。好，4-1，4-1，我们目前赢三分，哇，这个对手谢淑薇的对手来自哈萨克的选手呢，可能哈。这个遭遇到一些乱流啊，啊，连续两颗球都双发失误。那我们目前呢4-1，4-1。那现在呢，轮到谢淑薇这边来发球。OK， 谢淑薇是你女神。OK， 赞啊，帮女神加油。谢淑薇的发球，发一个大对角。这边，哇，对手回击出界，对手回击出界，我们5-1，再两颗，再赢两颗。OK。好，没错，台币组合加油，再赢两颗，第一盘拿下，再赢两颗，第一盘拿下，稳住。好，那也跟各位朋友们说一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这个谢淑薇和比利时的搭档 Mertens 的网球女双冠军赛，那地点是在美国的印第安拳。好，没有错，不要给对手追平，我看现在也很难追平的啦，对手落后四分了。好，喝了再上。OK， 这个部分呢，比利时跟台湾的这个组合，谢淑薇跟 Mertens， 啊，这个部分只要再赢两颗球，第一盘就拿下来了。加油！好，谢淑薇来发球，淑薇加油 ，Go！ 淑薇发球，这一球走一个大斜线，哇，发球即得分，是一个 S 球，哇，谢淑薇也自己觉得哈，自己状况很好。好，没有错，不要给对手机会追平。董敏说的棒，6-1，6-1。这个盘末点呢、啊，赛末点呢、啊，好，这个盘末点呢、啊，这一个再拿一分拿下。这边，哇，对手这边的发球猛烈，让对手得一分吗？没有，对手这边发球出界，发球出界，对手这边再发一球。这边台湾比利时的选手 Mertens 这边打一个后场高远。好，没关系，让比利时选手来去发挥。这边好球，漂亮，我们拿下了。
在这个关键的抢七决胜局中，我们7-1拿下第一盘的胜利，好耶好耶 ，good good good， 赞赞赞赞赞赞，谢淑薇跟 Merchants 太厉害了，赞赞赞，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谢淑薇跟 Merchants 加油。第一盘打了56分钟，好。网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那现在呢，为大家语音转播的是谢淑薇跟搭档 Mertens 在美国印第安全女子网球公开赛的双打赛事冠军赛。OK， 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第一盘7-6拿下了，拿下第一盘。现在要打第二盘了。第二盘，如果第二盘也是拿下的话，就不用打第三盘了。如果第二盘拿下的话，就是直落二，就不用打第三盘了。好，恭喜恭喜！哇，这个部分呢，谢淑薇真的是太神了。OK OK， 好，恭喜谢淑薇。我刚刚洗澡洗到睡着，哇，这个棒球播报员真是辛苦你了。好，赶快去睡吧。然后你早上5点还要起床练球。好 ，OK， 辛苦你了。好，目前比数是来的0-0。比赛即将开始，第二盘。好，那也欢迎大家，如果你想要知道谢淑薇跟 Mertens 啊，如果你想要知道台湾选手谢淑薇还有其他台湾的网球选手最新的比赛资讯，几点比赛，对手是谁，哪边可以看我们台湾网球选手比赛的直播连结，这些资讯如果你想要得到的话，一起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我把最新的台湾网球选手比赛资讯整理成影片送给你，一起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得到台湾网球选手比赛最新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好，目前的比分呢，第一盘我们赢了，那现在要比第二盘，加油加油，谢淑薇，加油加油 ，Go Go Go！ 好，那因为比赛地点是在美国，那目前呢，美国是大白天啊，正感觉有点像是套顶岛的感觉啊。好，第一盘的大战呢，我们花了56分钟，希望第二盘呢可以速战速决。比赛观看的连结卡卡是正常的，因为很多人在看，一定会卡。好。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盘的第一局。好，如果卡卡的话，可能重新整理看会不会比较好。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哇，这边有点可惜，哇，这边让对手拿到了这个哈第一分，15-0，对，已经开始了。好，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谢淑薇加油集气，希望可以集到30个赞，帮谢淑薇加油打气哦。好，那目前呢，第二盘第一局，我们台湾选手和 Mertens 这边，比利时的选手发球，这边再度得分，15-15，稳住，第一局一定要旗开得胜。好，这个睡了，OK， 棒球播报员晚安。好，那目前比数15-15，观看连结卡卡真的是没有办法啦，哈，你可能就要多的去重新整理，好，不然的话。我也是这样子啊，好，跟这个蔡正煌讲一下。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30-15，我们台湾选手谢淑薇跟 Mertens 目前呢，好，赢一球，对，没有错，谢谢东敏台比组的加油。30-15，比利时的选手 Mertens 发球一发失误，没关系，还有第二次机会。好，我们赢一球，希望可以扩大领先。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比利时的选手 Mertens 谢淑薇的搭档，这球发了一个中路，这球发球压迫到对手，回击挂网，目前比数40-15。好，再赢一球，这一局就拿下，再赢一球，第一局拿下。OK， 40-15。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40-15。这个部分，哇，我们看一下这一球。这球是一个界外，好，一发失误，看一下二发，稳住，40-15。这球，我们来看一下这球，谢淑薇跟 Mertens， 这球，哎呀，可惜，这球有点可惜啊，谢淑薇的队友 Mertens 这球有点打滑了，
没有把这个球击好，重心有点不稳。40-30，我们还是赢一球，我们还是赢一球，稳住稳住。好，谢淑薇的队友 Mertens 来发球，我发一个直线，发一个直线，结果是挂网。好，我们来看一下谢淑薇的队友第二发，稳住稳住，这个二发很重要啊。好，这边发了一个比较保守的球路，这边谢淑薇上网想做截击，好，哇，这边有点可惜，好，被对手拆到球线，目前比数40-40，被对手追平，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一局再赢一颗球就拿下胜利，再赢一颗球就拿下第一局，好，稳住稳住，那现在呢，40-40。好，我们来看一下比利时的这个选手 Mertens 的发球，谢淑薇的搭档，这球发哇很有水准哦，哦这球发一个大对角穿越，好这边还有，哇比利这个俄罗斯的选手呢打出界，那我们这边拿下一分，1-0，好球，第一局拿下，好，目前我们正在为大家播报的是这个谢淑薇跟他的搭档比利时的 Mertens， 好他们的这个。美国印第安全网球公开赛女双的冠军赛，目前是谢淑薇跟 Mertens 的女双冠军赛。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台湾的这个谢淑薇跟她的搭档比利时的 Mertens 呢，目前第一盘7-6获胜，那目前要来打第二盘，第二盘呢以1-0领先中。那这边呢，只要谢淑薇呢跟这个比利时的搭档 Mertens 第二盘也拿下的话。第二盘也拿下的话，就是拿下金牌了，就是拿下金牌了。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谢淑薇来接发，稳住哦，稳住哦。好，这个部分，好，俄罗斯选手来发球，这边哎呀，有点可惜，被俄罗斯选手得分，目前15-0，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稳住，稳住。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来看一下比利时选手 Mertens 谢淑薇的搭档来接发球，这球哇打一个中路，哇这个接发的过程中挂网，所以目前比数是来到30-0，稳住稳住，好，目前比数30-0，好，我们来看一下谢淑薇的接发，稳住哦稳住哦，俄罗斯选手的发球。发一个偏中路的球路，这边谢淑薇的反拍，哇，反拍这边挂网，有点可惜，40-0。好，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下正能量按赞，帮台湾的选手谢淑薇加油，这是她的女双冠军赛，希望可以集到25个按赞正能量，帮谢淑薇加油集气。目前比数40-0。好，我们看一下这边俄罗斯选手的发球，我们台湾选手这边有救到。哇，这球好球，拿下分数，40-15，好球好球。好，在影片底下说明栏有这个比赛观看连结，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这个比赛的画面来帮谢淑薇加油。那目前的比分是来到了40-15。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俄罗斯选手发球一发失误，我们来看一下二发，俄罗斯选手二发比较保守，这边谢淑薇呢在底线去跟俄罗斯选手去做大对角的穿越，这边的谢淑薇继续跟对手打穿越，好球漂亮，40-30，伊瑞巴奇纳是我的女神，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的女神蛮多的，一下子是这个谢淑薇，哎，谢淑薇是许朱凯的女神。那江东明是说伊瑞巴奇纳，这个哈萨克的选手是你的女神。OK 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萨克，下次俄罗斯选手发球，哇，这球发球挂网，啊，弹出去。好，40-30，目前比数40-30。哦，朱凯说要追上了，好。集气加油，看看能不能破发。破发就2-0哦，2-0是一个很棒的优势啊。
这边呢是谢淑薇的队友 Mertens 来接发，这边发一个大斜线，结果对手这边发球失误，还有一发，这边呢俄罗斯选手这边发球，谢淑薇往前准备要来接击，哇，这球我们来看一下，这球哎呀可惜，还是让对手得分，没有关系，现在1-1的平手。来，还有第三局，加油，一局拿。现在第二盘两局打完，经过10分钟，稳住。好，网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我现在在主这个播报的是这个谢淑薇的网球女双冠军赛。好，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下正能量按赞，帮谢淑薇加油集气。这边哇，谢淑薇收到我们的正能量了，旗开得胜15-0，赢一球，旗开得胜先持得点，拿下关键的第一球胜利。好，这个部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好，谢淑薇的发球，这边谢淑薇来发第二球。好，看一下谢淑薇的二发。这边哇，发一个比较偏中间的球路，这边还有，哇，这球有点可惜，哇，这球发力太短了，好，那让对手追平，15-15。好，目前比数15-15，谢女神加油，没有错，谢淑薇加油，稳住，你可以的。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5-15，谢淑薇来发球。这球哇，走一个大斜线，哇，大斜线的穿越，这球的落点是在哎呀界外，30-15，没有关系，谢淑薇稳住，30-15，哇，落后一球，没有关系，下一球追平，还有机会，目前30-15，谢淑薇来发球，这球发一个偏中间，结果没有过，再发一次。好，我们来看一下谢淑薇的发球，第二发，这边走一个斜线，好，哇，这边还有，哇，太阳光有点刺眼，对手也不好去做攻击，哎呀，结果这球可惜没有守住，那目前比数是来到40-15，谢淑薇的发球局，目前暂时落后对手两球，稳住，40-15，谢淑薇来发球。发一个斜线，这边谢淑薇再去做一个对角穿越，好，去打一个后场高远，谢淑薇上网，这边准备来截击，好，这个部分哎呀有点可惜，搭档 Mertens 在后场这边回球是一个界外，那目前的比分是来到了2-1，对手破了这局我们的谢淑薇的发球局，没有关系，还有第三局、第四局、第五局、第六局， OK， 好，网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欢迎大家你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This Life YouTube 频道，就可以得到谢淑薇还有我们台湾网球的选手国际比赛最新资讯，哪边可以看他们比赛的直播连结，比分对手是谁，这些资讯我都会在我的影片上面做成影片送给大家，只要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Thi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把台湾选手网球比赛最新资讯送给大家，第一时间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一起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This Life YouTube 频道，帮台湾选手加油打气哦。好，那目前这个情况看起来呢，要来打第四局。好，目前呢，谢淑薇跟 Mertens 的网球女双冠军赛要来到了第二盘的第四局。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盘的第四局，即将要开始。好，来看一下。哇，现在是一个中场休息时间啊。好，所以呢，啊，这边呢会稍微休息一下下。那我们来等一下，啊，准备来看一下。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开始了没？还没开始。那好，双方回到了这个赛场上了，准备要来开始了。好，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好，
网球赛事，我刚讲太快了。网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啊，虽然这个伊瑞巴琴娜是你的女神，但是还是支持台湾选手。好的，东明了解。啊，女神归女神，但是台湾选手还是要支持，没有错。那目前呢，我们台湾选手旗开得胜，15-0，15-0，好样的，好样的。OK。那这个部分呢，现在来到了哈萨克选手的发球，好，我们看一下哈萨克选手的发球，这边发一个中路，哇，这边有点可惜，哦，球路被对手看穿，15-15，15-15。哦，没有，刚刚发球是界外，更正。好，所以第二发重发，这边好。电视有转播吗？电视没有转播，但是影片底下的说明栏有免费观看的连结，你可以来看看哦。好，好球，30-0，30-0，哦，这局有希望可以破对手的发球局哦。好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比数30-0，我们台湾的选手赢两球。Hello Angela Wu， 好，我们目前在直播的是谢淑薇的女双冠军赛，来一起帮谢淑薇加油。目前呢，30-0，赢两球，再赢两球，这一局拿下。这边谢淑薇这球救的有点危险。好，还有，比赛还正在进行中。这边谢淑薇上网，这边来到网前，准备要来接击。哎呀，这球是一个，我们看一下这球，好球。这个俄罗斯选手和哈萨克选手搭配没有说非常默契，很好，所以这球没有拿下。我们台湾选手拿下分数，这球我们再看一下。这球呢，在关键时刻，俄罗斯选手这边出现了一个失误，啊，这边回球出界，好，40-0，有机会可以破发哦。对，是在主球场比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有机会哦。这边，好，我们台湾选手这边，好，谢淑薇在往前，好球，拿下这一局破发，破了对手的发球局。好球，好球，2-2，2-2。好球，我们现在是2-2的平手。下一局又轮到我们来发球。下一局来发球是这个谢淑薇的队友，来自比利时的 Mertens。好，稳住。好，我们目前正在播报的是谢淑薇跟搭档 Mertens 的网球女双冠军赛。冠军赛的部分，目前第一盘台湾的谢淑薇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第二盘，谢淑薇将联手 Mertens。 好，那来到第四局，边看优霸杯好吗？啊，没关系，优霸杯目前没有台湾选手，所以我们就是专心来帮这个网球的谢淑薇加油。当然了，如果你要看优霸杯，我也不反对的。 OK， 哇，这个部分，哎呀，这颗球有点可惜啊， miss 掉了。在中央球场怎么博士没有啊？博斯这个部分，博斯应该都是以单打为主，哦，我在想。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哎呀，这球好球哦，这球有没有发球得分？有，是一颗 S 球，15-15。Mertens 发球漂亮，15-15。好，莫城辛苦你了，要边看优霸杯，再来看这个网球比赛，的确，哦，有点忙。好，目前比数15-15，15-15。好，不清楚为什么博斯没有，可是我记得博斯都是以单打的赛事为主啊。好，目前比数15-15。好，这个谢淑薇的搭档 Mertens 来发球，这球 谢淑薇有接击，好球哦，这球结果对手打出了一个界外，34-15，我们台湾选手1分1球的领先。好，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下正能量按赞，帮谢淑薇加油集气。OK， 好，在影片底下的说明栏有这次的比赛观看连结，可以在影片底下处做点选。好 ，OK， 好，我们一起正能量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哦。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哇，我们这边突然有一些怪怪的留言了。这个部分，这个留言我已经暂时让它消失了。好，因为这个留言可能会就是有点不太安全。好，那这个部分呢，目前比数是来到了
啊，我们台湾选手这个再度拿下这一局的分数，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3-2。哇，电视有播吗？电视没有播啦，就是电视没有播。那在影片底下说明栏，好，有这个观看的连接，你可以去点看看。超前了，超前了，没有错。第四局希望也可以拿下，然后第六局希望可以拿下。那如果谢淑薇跟他的搭档 Mertens 呢，在这一次拿下了冠军金牌的话，小林我就会脱帽脱墨镜唱国歌给大家听。好，当然这是其次啦，好，重要的是谢淑薇跟他的对手 Mertens 的这个荣誉。好，那也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下正能量按赞，帮台湾的谢淑薇加油集气，希望可以集到25个赞，帮台湾选手和比利时选手 Mertens 加油打气哦。双打比较没有人看，比较不划算吧，有可能吧。可是我是觉得只要有台湾选手比赛，我都会看的。对，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稍微来到中场休息时间，我喝个水。好，网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一起在影片底下免费订阅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会帮你呢，好，把台湾选手网球比赛的这个最新的资讯统整起来，好，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帮我们台湾的网球选手加油集气。好，一起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帮台湾选手加油打气哦。好，那目前呢来到了第六局来到对手的发球。好，谢谢朱凯。对手这边来发一个，哇，中路这颗球对手发得很快啊。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5-0，第六局对手发球即得分，15-0。好，没有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对手这边的发球，谢淑薇的队友，好，比利时的 Mertens 的接发。这球，哇，这球是一个界外嘛， OK， 界外球，所以谢淑薇这边来上网去做一个策略的布局。对手这边打一个大斜线的穿越，好，这边也被对手做一个截击，谢淑薇继续再往前压阵，对手这边打一个穿越球，结果打出界外，15-15平手，目前15-15，加油加油，希望这一局可以破对手发球局，4-2拿下胜利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加油加油，谢谢郑成，谢谢郑成 ，OK， 好。那目前比数15-15，我们来看一下哈萨克俄罗斯选手的发球。俄罗斯选手，哇，这球发一个中路，谢淑薇这球接得漂亮，谢淑薇来到网前，哇，这边漂亮的一个截击，好球好球，30-15，谢淑薇这球打得漂亮，30-15。目前我们正在语音转播的是谢淑薇跟搭档 Mertens 的女双网球冠军赛。哇，谢淑薇已经拿下第一盘的胜利，现在第二盘呢，是3-2。好，3-2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谢淑薇的队友 Mertens 的接发，这球打一个中路，哇，这球结果回出去是一个界外，没有关系，稳住稳住。OK，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呢，谢淑薇跟他的队友 Mertens 很享受这个比赛的氛围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好，这个谢淑薇要来接发。好，这个部分谢淑薇这球哇接的有点偏高，对手这边的回击，谢淑薇来到往前去做一个截击，好球，40-30，截击成功。哇，对手根本没有机会去回这颗球，40-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发球以后，谢淑薇的上网去做截击。好球，漂亮 ，nice play。对，比分反超了，加油！谢谢朱凯。Angela Wu 说：“我也是这样子，有台湾的都看。”博士应该为我们 OK， 谢谢 Angela Wu 的分享。对，希望博士以后也可以增加这样的一个场次直播。好，这一局有没有拿下呢？这局有没有拿下呢？哇，这局变成40-40。好，目前变成40-40。好，平手局面，谁先拿到一分，谁就获胜。OK， 40-40平手了。好，目前比数40-40。
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对手的发球，哇，第一发挂网，谢淑薇再度来到网前，两边选手都很正，对呀、啊、对呀、啊，这场比赛真的是力与美的这个啊对抗，这球好球，拿下胜利，对手关键时刻软手打出界外，我们已经4-2领先了，4-2领先了，下一局是谢淑薇来发球，下一局是谢淑薇来发球，稳住稳住，谢淑薇来发球。下一局谢淑薇要来发球，好，第七局，好，那这个部分呢，谢淑薇跟队友 Mertens 在好去做一个沟通，好，谢淑薇有可能哦，这一局有可能发球拿下就变5-2喽，有可能，谢淑薇发球，这球发一个大斜线，哇，这球结果是一个挂网，没关系，一发失误还有二发，啊，一发失误是不会扣分的。这边谢淑薇的发球，这边走一个大斜线，谢淑薇这球发球即得分，好球，好，哎，没有，更正，这球谢淑薇发球双发失误，所以对手得分15-0，好，我觉得最漂亮的是哪位选手？我觉得最漂亮的，我很难讲，都很漂亮，对，每个颜值都很高，各有特色，对，很难比啊。都很漂亮，四个我都要，没有啦，开玩笑。好，目前15-15的平手。好，有机会。好，谢淑薇的发球非常的有角度的这个侵略性，15-15平手。我来看一下这个部分，谢淑薇的发球，这一球我们看一下对手去打一个直线的变化。拿到了分数30-15，谢淑薇暂时落后一球，没有关系，稳住，谢淑薇来发球，我们看一下这球鹰眼的挑战，这球是在界内，好，没有关系，30-15，稳住，谢淑薇的发球，这一球，哇，这球是一个界外，一发失误，好，稳住，谢淑薇的二发，这边二发稳了，这边二发有。哇，这球对手打不好，30-30，对，网球的选手女生都还蛮有颜值的。OK， 那目前比数30-30，哇，这一局非常关键啊，对于谢淑薇这个部分来说非常关键，30-30，好，这个部分谢淑薇来发球，这边，哇，这边的发球第一发挂网，还有二发。没有关系，第一发挂网不扣分。好，二发这边好发比较保守一些。好，回到一个后场的高远，哇，这个部分对手也是打不好，40-30，台比组合一定赢，没有问题，这一分拿下我们就是绝对的领先了、啊、这一分如果再拿下我们就是绝对的领先了、啊、哇，这个部分呢俄罗斯选手打不好。好，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比数40-30，好，我们来看一下40-30，谢淑薇的发球，发一个大斜线，这边，好，谢淑薇有机会去做一个大角度的穿越，这球好球，漂亮 ，nice play， 哎，没有，这边我讲错了，这球谢淑薇打出界，40-40，哇，又来到紧张刺激的局面了。这个部分呢，只要再赢一分，再赢一球，就可以拿下这一局的胜利了。再赢一球就可以拿下绝对的领先了，40-40。谢淑薇的发球，大斜线，好，正拍狂扫，再来反手的大角度，这边我们看一下，还有，哇，这球谢淑薇追救了出去，哇，结果这个部分让对手拿下。哇，那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4-3，啊，那目前呢要来到了第八局，但是我们台湾的选手谢淑薇跟比利时的搭档 Mertens 目前局数上还是赢一局，还是有机会，那下一局要轮到这个哈萨克选手来发球。好，网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在影片底下有个订阅的按钮，你可以按下去。那小林我会提供给大家台湾的网球选手，还有各项的这个国际赛事，台湾的选手的这个初赛的资讯，几点比赛，对手是谁，哪边可以看我们台湾选手的这个比赛的线上直播连结，这些资讯我都会提供给大家。只要你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会把台湾的选手比赛最新资讯送给大家，让大家可以第一手掌握台湾体育选手最新的体育赛事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好，那这个部分呢，要来到了关键的第八局。好，谢淑薇与他的搭档比利时的 Mertens 在印第安泉网球公开赛的女双冠军赛，目前呢是领先的，第一盘已经赢了，那第二盘呢目前是4-3领先一局。好，那网球赛事呢，双打部分，女双的部分是3盘2胜制，那三盘里面你赢了两盘就算赢了。那我们台湾选手跟比利时的搭档呢，第一盘已经赢了，那第二盘目前是4-3的领先，那只要再拿下两局的优胜胜利的话，第二盘也可以拿下来，就拿下冠军了。好，所以这边稳住。好，那目前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盘的第8局。好，哈萨克选手的发球。好，哈萨克选手发球，这一球是一个界外嘛？对，是一个界外球。所以重发，哈萨克选手再发球，这球发一个大斜线，这边，哈萨克选手回球出界，所以我们台湾选手拿分15-0，好样的，谢淑薇漂亮，15-0，稳住。好，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哈萨克选手来发球，这个比利时的选手来就这个来。来接发，哇！这边谢淑薇漂亮的接击，队友往前的一个接击。这边比利时选手这球拿下分数，俄罗斯选手打出界30-0。第三盘是比抢十吧？对，但是目前呢，我们就先看第二盘了。谢谢 Angela Wu 的这个补充。那目前是30-0，台湾选手跟比利时选手这边，两球的领先。这边好。哈萨克选手这边的发球，谢淑薇有挡下，谢淑薇往前的接击，这球好球，大角度的穿越拿下了分数，40-0，谢谢昌平破发，没有问题的，我们这边已经来到破发点了，40-0，漂亮的谢淑薇的往前的接击，谢淑薇上网，那对手有一些压力，好打一个对角，让 Mertens 直接打一个直线加压。破发没有问题，再一球破发，哇！这球发球 ，Mertens 蛮年轻的，对，应该是25、26吧，对。这边呢，对手打一个，哇！这边 Mertens 的回击，但是我个人认为谢淑薇也看不出来有30几岁了，看谢淑薇这样子也感觉好像才20几岁。好，那目前比数40-15，对手拿下一分，好，目前40-15。没关系，稳住，40-15，哈萨克选手的发球，谢淑薇的接发，这球哈萨克选手发球，这一颗是一个界外，40-15，再拿一球就破发了，好，这边谢淑薇反拍的加压，这边再来一个接击，我们看一下这球，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判定，这球裁判是判界外。但是哈萨克跟俄罗斯的组合认为是在界内，所以来挑战，结果这球的判定是在界外，所以我们台湾选手跟比利时的选手 Mertens 拿下了关键的局数胜利，5-3，这一局再拿下你们就金牌了，这一局再拿下谢淑薇就抱得就拿到双打金牌了。现在发球是谢淑薇的队友 Mertens 来发球，很有机会这局可以拿下。谢淑薇的队友 Mertens 这边呢，哇，谢淑薇关键时刻往前的两个截击非常棒，这个部分，队友这边也在后场去做一个回敬，哇，谢淑薇在往前这边差一点，再打一个直线穿越，好球，15-0，
Mertens 的未来无可限量，没有错，加油加油，这个机会很大。对，这个时候我就建议莫城这个U8杯先不要来看了啊，这个部分我们快要拿到金牌了。OK， 好，那也跟大家讲一下，谢淑薇跟这个搭档 Mertens 呢，如果拿到金牌的话，小林我就会脱帽脱墨镜唱国歌。好，国歌歌词我都准备好了。OK， 好。国歌歌词我都准备好了，好，准备要来唱国歌了。好，这部分有机会哦，15-0，15-0。如果是冠军的话，是第一次吗？没有，谢淑薇在这个印第安拳的这个比赛里面已经拿过3次的冠军了。哎呀，这球可惜，双发失误，没有关系，没关系，稳住 ，Mertens 加油，不用心急，不用心急。好，15-15，15-15。好，即将再赢4颗球就冠军了。啊，再赢4颗球，谢淑薇跟比利时的搭档 Mertens 就冠军了。这个部分这一球还是一个界外，没有关系，一发失误，稳住稳住。那个 Angela Wu， 你说如果是冠军是第一次吗？你的问题是指可以再麻烦你再说清楚一些吗？这边我们看一下，哇，这边呢双方来到了这个后场的这个底线的来回，这边谢淑薇往前的一个接击，还有对手这边也很好奋力的去做对抗，这边谢淑薇有机会吗？哇，这谢淑薇在往前继续伺机而动，这个部分双方还在后场的拉打，这边谢淑薇的穿越，这边一个接击，再来谢淑薇的一个接击，对，哇，这球还有。哇，结果这球有点可惜。哇，这球我们看一下啊，没有没有没有，对手打出界，这球不可惜，谢谢对手的送分啊，谢谢，这不是送分啊，这对手也很懊恼，这不是送分，看出来他是想要打好，但是谢淑薇在往前的压阵，好，无人能敌啊，好，对手这边回击直接界外啊，心脏不够大颗啊，这个部分双打滚。如果冠军是第一次吗？没有啦，如果冠军的话，好，谢淑薇在这个印第安拳的这个赛事里面已经拿过2次的双打冠军了，好，这次的话会是第3次，但是不是连霸。好，这个部分，哇， Mertens 正拍狂扫，再来30-15，再赢2颗球。这边谢淑薇继续在往前， Mertens 强力的反手拍，再来 Mertens 反手拍，再一颗。啊，对手打出界外，对手打出界外，40-15，冠军，再差一颗球，再差一颗球，冠军，再一颗，再一颗。对，第三盘是比抢时，可是我们这边可能第三盘都不用比了，因为我们再一颗，再一颗就赢了，再一颗就赢了。冠军点出现了，冠军点出现了，再一颗就拿冠军，再一颗谢淑薇跟 Mertens 拿冠军。好，女子双打冠军赛，再一颗，再一颗拿冠军哦。好 ，Mertens 的发球，稳住稳住，哇，强力的正拍，好球好球，拿下冠军，稳住，哇，恭喜谢淑薇，恭喜 Mertens 拿下冠军，哇，恭喜谢淑薇跟 Mertens 拿下冠军，碎啦，好球啊，哇，真是太开心了，对手也很有风度，恭喜谢淑薇，恭喜 Mertens 拿下了冠军。那谢淑薇的双打呢，排名可能在下礼拜会从第4名升到第1名哦。OK， 恭喜谢淑薇，跟恭喜谢淑薇，恭喜他的搭档比利时的 Mertens 拿下了冠军，拿下了冠军。小林，我也要兑现我的誓言，脱帽脱帽。OK， 小林要唱国歌了。OK， 好，单打还没有啦。好，小林要脱墨镜唱国歌啦。哦哦，看到光的感觉真好啊。好，我们要唱国歌啦，大家准备听好了。好，麦克风拿前面一点。好，麦克风测试，听得到哈？听得到，在旁边留言加一。准备要来唱喽，开始。三名。注意，武当说中一见明光，一经打通
多是为民先锋，树叶飞谢，注意是从事情是用必行必中一心一的观察是中。好，恭喜谢淑薇，恭喜比利时的搭档 Mertens 拿下了美国印第安全女双冠军赛的金牌冠军金杯，恭喜谢淑薇，恭喜谢淑薇，贺喜谢淑薇，也恭喜他的搭档 Mertens， 哇，两个人合作无间，哦，在这个温布顿网球公开赛的女双拿下冠军以后呢，再度在这个秋季的赛事这边呢拿下的精彩的冠军。OK。冠军会播放国旗歌吗？这个冠军不会，因为他网球比赛他不会有播放这个什么国旗歌什么的这个部分，因为网球比赛他比较没有在播放这个，不论你是哪一国的国家，他比较没有在播放国歌，也没有在升旗的，好，这个部分是网球的传统了哈。好，感谢各位，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恭喜谢淑薇和比利时的搭档 Mertens。那这个部分呢，第一局是7-6，第二局6-3，把对手直落2KO， 看得真是太开心了。好，那也欢迎大家呢，小林的频道呢，如果你想知道谢淑薇之后的比赛的赛事，哪边可以看谢淑薇的比赛直播连结，谢淑薇的对手，谢淑薇的比分几分，欢迎你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会把最新的谢淑薇比赛资讯呢做成影片分享给大家，欢迎大家在影片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就可以第一时间得到谢淑薇比赛最新资讯，帮谢淑薇加油打气哦。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的影片直播见，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天，赶快去睡觉吧，赶快去睡觉吧，好，拜拜了，拜拜。